所以你是一个很快乐的单身贵族。可以这样子，可以这样说，因为我的想法就比较啊，这样讲比较开通一点了，没有这样保守啊，像以前的人就比较保守啊，女大一定要结婚，这不是原来在我的想法之中了。那面对压力、挫折，一定都会有。你都是怎么解决？会跟你的兄弟姐妹啊，他们商量吗？还是就自己解决？一般上，在面对压力的时候，我会稍微跟家里人谈谈。但是我一路来，我比较幸运一点了。压力对我来讲，我是当它是一个好像工作方式。都不是说是这个是压力啊，那怎样去解决问题啊？所以我就没有把每一样东西看得很紧张啊，你知道？压力根本不是问题啊，压力对我来讲不是很大的问题。我是总而言之，你都要去解决嘛，做什么要把压力放在弄得你。这样辛苦嘞，我有压力就跑跑街 shopping， 跟朋友谈谈，吃一点东西，回来明天又来拼哦，又可以了，又可以了。你觉得终究有一天你会因着什么样的理由离开鞋子这个行业呢？鞋子来讲啦，目前在我鞋子是我的最爱了，说离开这个行业呢。我相信我不会离开这个行业了，我其中 you know, 这个是我们的主业，我们要把它 you know, 做好，要把它看怎样把这个行业再 you know, 走到另一个高峰。好，那非常感谢 Lisa 接受成功女人这个节目的访问。谢谢。那我们成功女人节目制作单位就想送你这一束花。这是花海域，是代表希望还有热情洋溢。就是通过跟你的访谈，我们发现到凡事都是那么的积极，你对生命是那么的热爱，这束花就像你一样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你。谢谢。 OK。